过了很久，终于回来玩这游戏了。听说最近有更新个战争模式，我想去看一下。然后这个可以升到100了。然后我之前因为玩，之前有玩的时候把这些，可以做的任务都做到这样了。于是我把这些的出了，我那个 boss drop 的技能都开到差不多了。那我看看有没有新任务了。他这次没有更新任务，不过他更新了，好像多一个那个多一个地方可以训练。哦 ，EQD 那边，然后是在这里进去吗？不懂哦，他更新他，我只是看他有讲吧。Dreams World， Let's go， Let's go， Travel to Dreams World。OK， 我到，要去新的地图。哦，这里是哪里 ？What the fuck is this？ 这边有很多人。这里是要怎样？哇！来来来 ，Go Go Go！ 哇，好大的地图，这里要怎样？这个孔元托是转换器。哦，可以用这个 James 来换成那个换这些。哦，哇，然后懒人必备哦。哎，这样的话就可以升级到 Supernatural 啊。我还需要很多 push up， 有些是要更多。哦，哎，可以掺在一起哦，现在。不过这个要那个钱那个。等一下 plus 吗？啊？就是换皮宝吗？我不懂，这到底是怎样？我觉得这个技能蛮强的。啊，到底是怎样？等，这技能没有变啊，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技能都给掺在一起。然后我这个 life steal， 啊，最多就有这样吧？到底是怎样的 ？What the fuck？ 管他，我不懂。然后这边箱子应该是拿来抽那个法杖的。我废话不多说，我直接去试试。哎，这边有 training zone 的，不需要啦，我就去打架。谁跟我打架？我有点忘记要怎样放那个剑。对哦，哎，我那个替身拿不出来，妈！来，我去打架。哎，我这里是哪里？我这边是在打架了。OK， 来，这边是跑步没？到底要怎样啊？好像真的是打架，把书剑给放出来，跑！哦，这边就整个战场啊，我要打玩家，我的 team 是哪一个我都不懂。我这边是那个，true damage 吧，啊 true damage， 哇，他们飞来飞去，好。才是好玩嘛，跟玩家打。我干，看你还有这个招，这个尖招，我到现在也没打到。卡成这样我怎么玩？哎，我要死，快死了！他们是怎样飞的？我天！哦，这边上面硬可以上去了。我跟你。痛！对，我去狗人了啊！哦，妈的，我 damage 有264罢了，然后一个都没杀到，死了一次，妈的，到底要怎么玩？哎，嗨 ，How to play？ 这次他介绍我去 VIP 收的朋友。我觉得我换一下啊，要不要换成战神模式哦 ？FFS 怎样？我换成战神模式那个，呼，有野蛮模式的、啊，我要用这个野蛮模式一下。OK， 来，然后 start。哦，这个哦，我跟这两个是一堆。
14，喂 ，go go， 哎、欸，我得放这个垃圾技能，死狗剑刀技能现有型，一般技能就是一般生命都没有啊，兄弟，我觉得我需要用这技能，等等等，我等等那个东西不见掉，我再去闪现，厉害呀，你干干干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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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这杨过靴子，你这弹弹靴子妈的，我杨过去，喂。从这里上去 ，Go！ 那从这边过来，暂时降临。好像没有什么其他人，他们都去下面了。带这个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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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哎、欸，他们都去另外这边，这边，哎、欸，看你俩，看你俩，蒙掉，掉。然后这样才发现我 PVP 能力这样差。喂，这是什么？喂，现在是怎样？我跟你讲，有，好像是可以复活的。哦，没有这复活吗？跟你讲，早知道我带那个 plasma， 我要重回那个感觉，看到人我先射过去，哇，变手术时间，变手术时间哦。哦，可以通过这波也看到下面的战况。哦，我才54分，屌！反正就战后最后一个人啊，改了，改模式。我要讲哪个 James 啊？哎，我现在已经有 James 了。妈，这个好像叫什么 Daniels， 可以换了吗？我存到16000再换哪条？会不会有点太多？不会啦，我这样厉害，而且我两场都这样烂。然后都可以拿到150多，这样我挂机我不就可以一直拿？不耶！来，然后 start go go go， 除了黄色，其他都是普通。下，那白色好像可以动吧？我跟你讲，那个是会蒙掉，我的发，我不会以为那是我会蒙掉，是这样。跟你俩跟你们送，对，这有一个，哎、欸，跟你俩，好不好？痛，喂，晕这样多次的，不，干去哪里？还在下面，跟你俩。跟你死啊！我这样垃圾的呢。现在我都要去拿一个 boss 掉的技能才可以啊，这样。不过我很懒惰打 boss， 我应该要随时开这个从天而降的技能，就是这张新的地图。喂，这张是跑酷地图。我大斩射手啦！哎，干！敌人，干你！不要跑，不要卖照！喂！给、欸、他走掉，妈这技能真是垃圾！别吵，别跑，卖炮，卖照，喂、嗯，对，跟你讲，是我防备，对，嘿嘿，我闪掉了，你白痴，哎，走，嘿嘿，我在上面你就杀不到我。看我被瞄准，操！然后剪纸板，闪哦！跟你啊！哦，妈的，这个技能强哦！不，强哦！幸好他只是在一片地方罢了，我是跟主走的。看，我被按到，快！
哇！打不过他们的。干！我觉得我这次不错。Moss win, what the fuck？ 这样厉害的，我一查，哦，这是回去的吧？是不是踩住？哦，还有点呢。这样的话，我在那边 screenshot 了。不是很好 screenshot， 那个视角放不大。来，一听大佬讲话，只剩下两个人罢了。等等等，我换成其他魔法试一下。我不是很会用啊，这是原地爆炸射出去，这个是也是原地爆炸，然后这是岩浆，然后这是哦，这是连续射，哇，这个蛮强的，我每个魔法用一下咯。上面我说不需要会不会太少，这好像是每人一堆。对，来来，放箭！噗噗噗噗！哇哇哇！来来来，我要给你放箭啊！我要做箭人！来来来，放箭！噗噗噗噗！哎呀，这范围真的太小，快滑了来！不要卖照卖照，喂，卖照卖照，卖照卖照！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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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火力好用啊，前面都是大乱斗，大乱斗出场，来来来，全部放完了，分杯羹，我干干这什么，拿的是毒，对不对，我该那是死掉人，操操快操，我几下就五个人还不好啊，我刚才吃蛇吃到这样厉害呢，哇他人呢？不干！哎，最后是一起死吗？我是输了，他妈的，是我输了。给，看来是活到最，我要换啊，我又要换。来看一下这水这是怎样？这个是冲过去。没有冲过去，这是水啊，这个坏事，这超大个，然后这个是，这个应该就是冲吧，哎，然后这个是看起来超猛那个，然后这是固步，来来来，老师打 go， 来来来试一下第三个技能，我要打上面人先，哎，掉下去了，管他。刚好这边也有一个，不，干你娘，还跑上去，不，不放，慢，分一杯羹，够够够，趁机分一杯羹，我再跑下去，嘿嘿，你是不是要打红色人才有啊？我是打错了。然后这个好像是要滑过去或者放过来，你要打那个红色的。哦，是要打红色人，不是要打玩家啦。这种时候才会团结一致。喂，要问哦，赢了，不简单。我再吃下别的，最后路有没有用？我不要啊，那还是换 plasma 了。其实 plasma 是强，只是我不会用罢了。来，我试一下，炸了竟然变变变！除了最后一个技能不要用，其他都不用。好，我要灵活应用这一个啊，不然这样点的话就慢了。灵活应用那个箭头，我现在有1000了。还很久才，不算可以换2000。
黑色是我方。人呢？不对，啊，等一下，等一下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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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像只剩下一个人吧？啊，很厉害跑哦，很厉害跑嘛，厉害跑嘛。跑去另外一边等他，他又跑过来了。妈的，你在跑吗你？他人，他人，他人在这里。我要去前面堵他。Go go go go， 还在那边，还在那边，还在那边，还过来那边。喂，你秒 yes， damage， 我那我越来越强。哇，那个 win 跟 loss 还有。零点多少不少？哎，我今天拿到0.44哦。那个 Daniels， 哇，所以还是跟别人 team 比较好，不是懒惰一点。一个，不巧，干我被，那人在上面，妈的，想吃我。我然后他转圈圈，转圈圈，你跑得过我吗？跑得过我吗？先屌！你也是中还屌妈的！来来来来来，他又用这个技能，这技能很垃圾。死给我死！给我死！跟你讲。来来来，一起死，一起死！砰！还有那个爆炸，哎呀，那个不乐酱垃圾，哎！想跑？哦，干你娘！哎，掉下来，掉下来！哎，他射不中我 ，yes， 我回来哦，屌你！他没有死。哎 ，yes， 妈的，我终于淘汰到一个人，但是我已经死到差不多了。我用这个护盾，救命！哦，这边有想杀我吗？傻逼想杀我，一起死吧！输了，哇，我蛮好玩的。这游戏就是这样了啊，屌！还会继续录吗？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哦，但要录大点，继续。来哦，来哦！哇哇哇！哇，是我对呀、啊。哎、欸，我也不懂啊，我要群殴别人。哎、欸，他死了、啊，他死了，他死了。啊，这不是刚才打跟我打的木麦。我懂啊懂啊，这游戏的精髓就在于群殴别人，我要去跟我队友群殴。哦，我队友也太强了吧，他好像连续杀了两个人了。我要训练 SC 了解。这游戏精髓在于群殴 ，Go Go Go， 群殴他们，群殴他们 ，Go Go Go， 哇哇哇，太强太强。太强太强，不跟你了，不跟你了。过去，白色别走，白色别走。哎哎 ，yes yes， 队友来哦，队友来哦 ，yes。跟你了，
历史老师哦 ，yes， 耶耶耶，还有一个人 ，let's go go go， 轻松他，轻哦轻，干净娘，毒气弹，毒气弹，好快，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就马上快跑快逃，我就有次抢到爆炸。没有一个退哎 ，yes 赢 ，yes 爽啦，好啦，这游戏的精髓在于群殴，哦，改次队友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哦，我懂了，我不要用这个锁定啊，这个锁定很麻烦的，好，我要试下不用锁定啊，终于，哦，要打要群，真这次真的是群殴别人了，卖照卖照。他人呢？还是用这个啦，手忙不过来。嘿，嘿，砍到那边去 ，Go Go Go！ 下去下去 ，Go 下下下！哎，妈的撞墙，操 ！Go Go Go Go！如果我是那个被群殴人，我变得很惨，就死掉，被我死了。哎，来看一下那个战场。群殴别人我还会死，我太垃圾了。我觉得群殴人有希望哎，不过我没有那么多 pro 训练啊，战场如果训练少。Go go go！ 跟着队友走，跟着队友走。喂，我队友是挂几个傻逼哎。欸，他们全部在等啊，等，万死！他跟我一样没有那个最后一技能，才怪，他已经放出来了。痛痛痛痛！队友，妈，很多人就是在就看戏吧，隔山观虎吧，然后我要打架。打架才是我们的宿命。干！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被从天而降杀掉。妈的！两个 team， 跟着队友组没错。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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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真是看起来很靠谱的队友。哦哦哦！干！下去！逃啊！干你娘！这是什么？我居然在乱战中死掉了！操！我预感这次我会打那个被打的人。哦，不是，被打哦，被打在、哦、被打在那边，要上去找他。妈的，还是躲在上面不就可以了掉？有个人过去找他了，看他讲，那个人那个被打人，没有挂机。大概只是装傻吧，我在上面等他下来。好了，来 ，Go Go Go！ 这人可以一直跑过来，他不懂他那个命有多少哎，会不会就死掉？就是比我们多、啊。把全部人围着他点，这是我终于感受到回头的快感，我又是这么爽。不用这么爽，妈的！yes in， 哦，这样简单，这个是肯定赢的。所以怪不得这么多人投这个啦，因为很容易赢嘛，然后就拿到一个赢哦。我玩 two team 嘛， two team 嘛比较容易赢。哎，我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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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干嘛的？
最后还是没有训练到这个跑酷技能。那边，哎，算了，我跟队友啦。那中了自己人打自己人哦，拿死悲惨。哎，干妈的，没有过去，操！那边，看到。没照啦，没照。我在你后面，你看哪里？喂，还在那边，还在那边。我还用爆炸技能，跟你娘啊！送你，送回给你，砰！跟你，跟你。Yes， 喂，哎，妈的，我都被围，喂，我闪，跟你娘，闪，哈哈，你们全部跳上去，然后我掉下来，哈哈。跑，傻逼追我，臭傻逼，喂，go， 跟你俩，死啊！操，啊，这次是黑队比较厉害，哎，就在我旁边办的话，蹲啊 ，bitch。我还是一边跑一边跳啊，有用没？你要反抗啊！他就哎，他在打我是吧？哎，你好像在攻击着我，他在针对着我攻击。他如果这样蠢那一点，妈的！我懂了，但因为该挂很久哦才结束。我等下讲完了，躲在最上面，不要让别人打你，然后你就差不多可以赢掉。我掉下来，我操！算了，我去打架。躲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像老猫玩老鼠这样被别人玩一下，我真的觉得有必要去拿个最后一个技能。不过我懒惰了，我要去上面这边，我需要最上面那边勾住，这边可以爬着我掉，我需要最上面那边勾住，爬。从上面看下来，嘿，下来了，还是我躲在树上面啊？这样的话他们也很难找到我。干你娘！快跑！那边有人被群了，我们要团结，我住的人啊！干那个人好像死掉，我觉得。干好像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个人罢了。用火来对付我，妈的，死过！干！太垃圾了！早知道我去团结哦，我不要躲在上面做，不管做什么鬼掉，还是我换神剑，然后开宝箱就好了。不要了，浪费。又来这个，再等。干嘛的不备？然后我自己不要动，那边是最好躲藏一点。
好了，我炸他技能就好。我快死了，我死了，操！反正就是战争模式啦，拜拜，拜拜。